新闻时阵，咱先来关心来自嘉义县议会消息。嘉义县议会今仔日进行定期会县政总质询，县议员陈碧玲指出，嘉义县山区重要体育班明和国中的体育班顶礼拜被通知将停招，但是这班已经有26年的历史，培育出5位一班的选手，停招造成家长甲学生人心惶惶，为着让囡仔有希望甲梦想，要求县府重新检讨。县议员陈碧玲指出，嘉义县国中只有东石国中以及民和国中有办球队。番禺乡虽然是小乡，但是山区有真侪囡仔有优秀的运动能力，曾经培育出11位国手、5位职棒的球员，如今煞被退场，如此评估敢对吗？伊认为体育班缩班也是正常。计算法拢会当讨论，但是应该因地制宜。经认为教育处应该去向中央争取资源，而毋是缩编。处长陈添英讲，竞技体育以成绩为主，有其现实性。大环境必须以综合评估做出决定，有进有退。你体育班就算讲停招，专业教练犹原会伫你学校。你们平板到26年代，你们国中栽培几个中华队国手？十一年，现有职棒选手5个，但是去年阁一个尔，真也无成绩。教育就是安尼嘛，你要用大环境来评估，是算咱台湾当中这学者，我尊重伊，有我对吗？这次我们的评估，我们请的是外聘委员，教育部的委员，然后大学教授来做这个评估。那我们从三个面向来评估：一个社班状况，第二个运作情形，第三个训练绩效。这个学校在社班现况跟运作前都表现不错，但是最现实在训练的状况，他的训练状况，我们让他有这升补机会，提出近3年他的全国赛的一个表现。那这样的特殊性的思考，有时候不一定能经得起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审查委员的有关于分数上的检验。所以结果我先是这个会后了，我给教育处有关于除了考虑普遍性以外，我们是不是再来考虑一下一些特殊性的问题，来好不好？陈碧玲也要求县府回应嘉义县各高中参加体育竞赛的目标是毋是有奖牌计划的。陈添平讲，目标是做到奖牌背景。来，奖牌几块啦？国赛要几块？铜牌要几块？来，讲啊！来讲。李馆长吴正良则讲，会将依照区域特殊性再重新检讨。最近新闻就来先，嘉义县彩虹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